佛陀的意思就是指已经开悟的人。2500年前，起源于印度的佛陀之旅，经过漫长的时光，一直延续在亚洲各地人们的心灵。位于缅甸的首都仰光的佛塔浮屠，据说浮屠里安放着佛陀的法毛。奉献许多财物给浮屠的信徒们。缅甸90%的人口为佛教徒。传说刚开始这个浮屠只有8公尺高度，经过1000多年来信徒们的增建，目前已经有100公尺的高度，表面贴着9000块的金板。浮屠尖端有54个闪闪发亮的钻石。据说浮屠顶端代表着佛陀悟道的境界。浮屠以缅甸语来解释，意思是尊敬的人，也就是指佛陀。没有成为僧侣的一般信众将浮屠视为佛教进行膜拜。一早便可见到僧院里进行严酷修行的人们。缅甸的僧侣几乎与一般社会隔离，不直接主持百姓的葬礼，也不膜拜佛塔浮屠。以佛陀生涯为最高理想，不断修行，达到佛陀一般高境界的僧侣更是十分罕见。大众信徒所信仰的浮屠，其起源还是来自印度。佛陀的国家，印度的桑吉佛塔，这是浮屠的最初原型。虽然佛陀在入灭时叮咛弟子们，我死后不需安排葬礼，但是一般信徒们还是进行佛陀的葬礼，将佛陀遗骨供奉在佛塔里，敬而膜拜，因而增加不少向佛陀寻求解脱的信徒人数。佛教自印度渐渐地传向其他东南亚国家，传向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南传佛教。其中在缅甸发展出独特的佛塔信仰方式。流经南北的伊洛瓦底江，这条河的中游流域，膜拜浮屠佛塔的佛教文化在此地绽放花朵。900年前，首先统一缅甸的巴卡王朝明定佛教为国教，在此250年之中，建立起5000到6000个为数惊人的浮屠佛塔。
形状、大小及颜色皆不同的浮屠。对此不可思议的佛塔，缅甸人民为什么有如此深的眷恋呢？诞生在遥远印度的佛塔，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不断地被一一建立起来？位于伊洛瓦底江中游流域的四方村落，就是这个村落的人持续地建造佛塔。传说这个四方形的村落，就是以人们心中所勾画出的宇宙形态所建造。村落里也有他们自己的浮屠。这里的人们现今仍然建造着新浮屠，这项工程已经进行一年。这一天总共有600人，半数以上的村人拉着牛车到附近的山中搬运建造用的石头。浮屠是村人们祈福及祭祀的地方，对缅甸没有成为僧侣的一般信众而言，建造浮屠就是对佛陀最高的修行方式。他们都是900年前在这个土地上建造浮屠的子孙们。孩子们参与浮屠建造工程时，学校也特别放假。而这些劳动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只要有人提出建造浮屠的建议，村人们都会答应，并且很自然地开始工程。这位也是被找来的铁匠阿武泰先生，据说他花了10年时间，奉献出所有的材料费以及工钱。村人们全体出动进行的浮屠工程，还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另一方面，浮屠象征着缅甸人民相信的宇宙状态，分为三层，越往上层表示更好、更高境界的世界。地上是人界，第二层则是众神居住的天界。塔顶的三角层，则是无苦无难佛陀的境地，也就是所谓的涅槃境界。浮屠所表示的宇宙形态，是依照古代印度人的宇宙观建造而成的。耸立云霄的此建筑物，自古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残留在其他的东南亚各地。仅于9世纪爪哇岛的婆罗普渡，是世界最大的大乘佛教遗迹。婆罗普渡最下层的浮雕上，描绘着被战争、杀人、男女爱欲等欲望所占据的人间情景。婆罗普渡也表示出，从人界到佛陀境界，
由上层到下层相连的宇宙观。当初掌握整个东南亚全领域霸权的吴哥王朝，十二世纪建立于柬埔寨的吴哥窟。吴哥窟描绘着古代印度众神们创造海洋、陆地等宇宙形态的传说。以这些佛塔表现出来的佛陀教诲，现今仍然存在在缅甸人民的心中。上下相连往高处延伸的宇宙，有着什么样的构造？王朝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典中，详细记载着这些构造，还有一些图像都描绘在爷爷上。缅甸人民的脑海呈现出什么样的宇宙形态呢？缅甸古文曾经说明这一切，宇宙最下层是地狱，被恶灵侵入的人会受到百般的折磨。在上层则是人界，发自中心的柱状四角轴则是往天界耸立，切面的四方范围则是形成村落的地方。从这个地方步向众神们的世界。缅甸人相信人类死后会在来世再次转生的轮回转世之说，转生在何处则是依人在人界的作为而定。众神们是快乐地生活在天界，但是佛陀并不是在此天界。传说佛陀所在的涅槃已经超越了天界。人们仰望着浮屠，只要能往上走就能解脱所有的苦，到达佛陀开悟的境界，一个称为涅槃的极乐世界。据说建造一个浮屠需要花费整个村落的年收。贫穷的农民阿乌泰先生下定决心要建造浮屠，转向在村落中最有益的铁匠工作，因为铁是牛车车轮必须使用的材料。阿乌泰先生决心建造浮屠，告知村中的亲友后，他的生意也十分快速地步入轨道。村人们听说他为建造浮屠改行，都拒绝其他的铁匠向阿乌泰先生买更多的铁。建造浮屠其实是全体村民的共同事业，只要有建造浮屠的计划，也能促进村内经济活动的热络，很自然地筹措到必要的经费。村人相信死后还有轮回转生之说，为了有更美好的来生，必须在现世表现出善良的言行。阿乌泰先生认为建造浮屠是他这辈子活在人世间唯一能办到的至善行为。
建造浮屠的人们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这个地域是干燥地带，因为雨量较少，收入也减少许多。这个村子的主食是稻米，然而却几乎没有稻获，必须种植其他作物来交换稻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能种的就是芝麻、花生还有豆类，收入十分微薄。半数的村人没有自己的田地，这些村人则是爬上村落周围的椰子树，用树艺制造砂糖，赚取微薄的钱。爬上离地8公尺的椰子树是很危险的重劳动工作，稍一不小心就会丧失生命。就算努力工作好几个钟头，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对代价的金钱，全靠到底能挤多少桶的树艺而定。就算从早到晚毫不休息的工作，只能赚到40日元左右的钱，勉强能买点米的程度。村民们费尽辛苦所赚的微薄的钱，其中70%必须用在伙食费上。但是一旦有建造浮屠的计划，每位村民都毫不吝啬地捐献出来。呼吁布施的扬声器终日在村内响起，收入较多者尽力捐出多余的钱，收入较少的人捐出生活必需之外的钱，这是村民们布施的形态。平均而言，他们大约是捐出30%的收入。这个村内的贫富差距也很小，贫穷的村落有建造浮屠的计划，也显得活力十足。他们相信，只要参与建造浮屠，来世就能转生到更美好的世界。没钱的年轻人也能用劳力实际参与建造浮屠的工程。手巧的人描绘佛塔的图像，各自依其能力分工合作。这个建造浮屠的村落到了收割的季节，今年的雨量较少，收获比往年更少。村内最年长的巴多先生91岁，他年轻时妻子过世，独自一个人养育5个子女。现在与儿媳及孙子、曾孙10个人一起生活。用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种植芝麻的收入，其中的2/3来维持生活。巴多先生年轻时一直在工作，自认当年的奉献及布施都不够。
从四年前大病之后，巴多先生为了做好自己往生时的准备，一点一滴地存了一些钱。现在终于到了今年收获芝麻的季节，巴多先生卖芝麻所得的钱以及先前积蓄的钱，准备将其中大部分捐献给村内的浮屠及寺庙。儿子希望能透过布施完成父亲巴多先生想更长寿的心愿，将收获的芝麻换成钱。尽全力布施已是这个村落人们的生活意义。与其说是为了生活工作，事实上却是为了浮屠及祭典而辛勤努力。巴多先生已经无法下田工作，必须靠他的子孙们劳动所得的钱来布施，这点让他感到不安。这个地方传承的南传佛教，让他们相信来世的幸福是依照自己这一辈子的言行以及所做的善事来决定。就算是家人也无法代替巴多先生做善事积德。每天早上十点左右都能在村落中的某条路上看到巴多先生。这位老人在家里附近的道路每天仔细地整理10公尺到20公尺的范围，缅甸有句俗语说，人在50岁前辛勤工作，过了50岁后开始准备迎接死亡。这位老人除了下雨天外，每天持续不断地修补道路。从老人的态度看来，完全看不出这位老人以这种方式在布施别人，也丝毫没有求助他人的感觉。也没有向来往的人车打招呼。专心修补永无止境的道路。老人究竟想求什么呢？事实上，他想利用自己剩留的生命，进行这些不求现世回报的善行。
没有我们路了，我别骂别要了，没路了，我那边要了，没路了，我路过也没要了，没路了，我家来都搞来呢，哎呀，这块也穷人呀，没办法住呢。老人说他想升上涅槃，涅槃到底在哪里？村民们常去祭拜浮屠，这里的人们相信人类重复着轮回转世，人类也能在转世时从人界升上天界。然而佛陀所在的涅槃无法直接从天界上去，人必须在人界苦行之后升上去。老人所向往的涅槃，也正是在人界行善之后，肉身所无法望见的境界。村落里透过各种仪式，自孩童时代教育下一代佛教的思考方式。孩童们穿着释迦族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的装扮，出家过一段时间想从人界升上涅槃的巴多先生，很久以前便接受过这样的出家仪式。孩童们将住在寺庙里一个礼拜。这对双亲为了送两个儿子出家，花费这一年所有的收入。所有村人都被邀请来吃饭，100人轮流14一天的工作。这个时期正值割收结束，村子也正准备迎接祭典的季节。从较富裕的人到贫穷的人，小小的村落又开始捐献准备祭典的钱。孩童们骑上马走向寺庙，他们正准备成为僧侣，为自己修行积德。在双亲的见证下，他们削发为僧。缅甸每20个婴孩诞生，就有一人在孩童时期死亡。双亲相信，让孩童们在这里修行积德，就算他们在幼年时过世，来世也能转生到更美好的世界。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长寿，也是像这样受到村内大人们的祝福。从好的出发点让他们健朗地走到现在，以后还得花更长的时间慢慢地行善积德才能回报。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很容易能分辨出什么是恶行，什么是善行。透过浮屠的祭典，相信轮回转生的村落利用这种方式教导孩童们积德行善，前往更好的来世。透过不断重复的今生来世，终于到达佛陀境界的觉醒的人。据说这里曾出现过苦行之后到达开悟境地的高僧，这件事在村落中传开。于是人们朝向村落外的寺庙，每天都有数千位的巡礼者来到这里。
佛教称到达开悟境界的僧侣为阿罗汉，如同活佛陀般受到人们尊敬。这个僻壤村落的人们坚持着自己的善言善行，心底最强烈的依靠便是佛陀。巴塔塔古达拉僧正今年已95岁的僧正几乎是长卧不起的状态，在人们的守护下等待最后的时刻。阿罗汉往生后必能到达涅槃，并且再也不会诞生在多苦多难的人世间。僧正曾在山里的洞窟中生活50多年，独自一人进行严酷的修行。一般人要是能见到阿罗汉一面，或者是直接碰触到阿罗汉，就能接受到强烈的力量。所以人们竞相向阿罗汉布施。现在布施食物的是远从缅甸北部而来的一家人，他们已住在这里1个礼拜。据说目前缅甸只有3位阿罗汉，人们整天待在与阿罗汉同处的庙堂，希望能接受到阿罗汉的力量。对啊，你难道啊拿了啊啊无事的我那么呀，我那那么那呀，那那么的呀，不会的。刚呀，刚呢，要钱啦，要钱，那我怎么要嘛？僧正对村人们而言，就像佛陀的存在。为了寻求更好的来世，村人们等待着僧正救赎的教诲。然而僧正只说只有到达无苦的涅槃境地，不到达涅槃就必须不断地在轮回因果中受苦。佛陀在入灭前也曾说过，不要寄托在我身上，必须靠自己才行。这位僧正也无视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心情。僧正对于来寻求解脱的人们，要求他们必须朝着自己的修行努力。向佛陀寻求的解脱，每个人奉献出的善行，浮屠同时包含这两样寄托。村内建造浮屠的工程还在进行。浮屠最初的形态是供奉佛陀遗骨的佛塔。在缅甸，浮屠却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村内的浮屠有原本家里的佛像、老旧的经书、钞票以及从田里收获的作物，供奉着每天日常生活中珍贵的物品。如此一般，浮屠佛塔成为累积每个人善行的地方。
浮屠不仅是膜拜佛陀的地方，也是每个人行善的重要地方。综合以上两点，缅甸人对浮屠的依赖更加强烈，国内浮屠的数目也不断增加当中。收获告一段落，到了十月底，这个村落的村民又开始全体总动员，人们正准备参加浮屠祭典。全家人都坐上牛车，还有桌子、椅子、锅子、炉子等一整套家用器具也都堆上去。将进行祭典的地方是这个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浮屠，从近郊的附近乡镇聚集数万名的信徒。祭典时期，人们将牛车当成家，在浮屠的周围生火起居。其中为了站到较通风的地点，还有人家在一个礼拜前就来到这里。这里采集合分配伙食的方式，大家一起吃饭，扩大原本所有的村民们共同生活的范围。还有剧团来到会场，祭典期间每晚通宵演出佛教的戏码。对很少娱乐的村民们而言，这是一年一次可以看戏的难得机会。晚上九点，舞台上开始演戏。这场戏将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这天表演的是佛教剧中著名的聂明王的故事。主角聂明王，传说是佛陀在转生成为释迦族王子前一世的身份。聂明王坐上天神指引的车子后，观看自地府到天界所有宇宙存在的各种世界。由于生前恶行在地狱受到绞刑的人们，生前行善积德在天界过着幸福生活的人们，国王为寻求更好的来世，决心出家过着清净的修行生活。在缅甸，除了聂明王的故事之外，不断传颂着佛陀547代前世今生的故事，其中甚至有转生为大象、鹿等动物的释迦前世故事。佛陀在身为释迦族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之前，曾经一次又一次轮回转生，经历过善心善行，最后才达到最高的开悟境界。以佛陀为理想，人们希望得到更好的来世，释迦前世的故事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缅甸的人们相信轮回转生，也有不少自称记得自己前世的村人。这位裘斯玛今年11岁，是一位小学5年级的学生，
他相信自己是在村里的路上被牛车碾过因而死亡的女孩重生而来。裘斯玛没有父亲，他开始描述自己前世的故事，便是在他父亲不明原因消失不久之后。裘斯玛现在要前往离自己家里5分钟路程的人家，这里是被牛车碾毙的女孩的家。和睦的共同用餐的这三个人并不是亲生的骨肉。女孩发生事故4年后的某一天，裘斯玛表示她是那位死去女孩的重生，来到这个家里。这对夫妻也相信她是自己女儿的重生，每天一起度过整个下午。对失去女儿而悲伤的父母而言，裘斯玛是他们很大的安慰。失去父亲的女孩与丧失女儿的夫妇，双方互相安慰对方的伤痛，一起过生活。这个问题问的米好的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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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人行善积德，盼望更美好来世的贫穷村落，诞生才9个月的婴孩离开了。这是10分钟前的事。这个婴孩2天前就因感冒生病，刚才突然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几天他的母亲还抱着他到处散步。匆匆忙忙从田里赶回来的父亲，静静地在安置遗体的竹篓里放进一把豆子，准备一起埋葬。他们相信豆子发芽之时，死去的婴孩将轮回转生，再一次重生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婴孩咽气仅30分钟之后，他们便出发准备葬礼。只有村里的男人去埋葬遗骨，双亲及亲戚则留在家里。
位于村边的墓地，僧侣并不参与葬礼。有许多年幼时就过世的孩童们在这里成年。还来不及行善积德的婴孩死了，村里的人们认为这孩子还来不及为自己转生到更美好的来世做任何事。他死后七天，活着的亲人帮他祈求转生到更好的来世，婴孩来不及行善积德就死了。亲人们想为他做什么，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母亲哭了一晚，整夜都没睡。缅甸人没有到墓地祭拜的习俗，换而代之的是第二天无论如何都要到寺庙供奉僧侣们的早餐，这是帮死去婴孩祈求更美好的来世。虽然悲伤欲绝，这对双亲必须赶往寺庙为婴孩积善。这种行为的背后有着什么动力？传来这个村落的经文反映出残酷的现实。你不知道那个孩子来自何处，也不知道那个孩子归向何方，然而你却悲伤失去自己的孩子，那孩子自然而然地在这里诞生，又静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那孩子以人的形体在这个世界停留数日，只是偶然经过你们的面前，你们为什么悲伤哀叹？这个地方的佛教教导生者超越痛苦，敦促人们尽力行善积德。死去的婴孩是双胞胎的其中一个，一出生就是吃奶叫不顺利的婴孩。母亲说，当初抱着两个孩子的她，现在还记得那个死去婴孩的重量。父亲前往椰树园工作途中，每天都会经过婴孩的墓地。这里有许多年幼时丧命、与豆子一起被埋葬的孩童们。豆子的茎细细的延伸，前端还结出小小的果实。
村内的新浮屠完成了，准备至今已有十年，铁匠阿乌泰先生的善愿终于达成了。金箔下的三角层象征着佛陀境界的涅槃，这就是浮屠最高的顶点。对佛陀的敬仰，每一个人的奉献善行，基于这两点建造起来的浮屠，所有参与建造浮屠的人先确认每个人对浮屠的奉献，再来庆祝村内新浮屠的完成，唱诵经文。人无论生死皆能得到安乐，无论弱者与强者，有形之物与无形之物，居于远处的人与居于近处的人，以诞生者与即将诞生者，同样都能得到安乐。所有世界的人，不分上下距离，都必须充满慈悲的心，多行诸善。缅甸境内已经有无数个浮屠，曾经建造5000个浮屠的巴卡王朝，由于将所有财力花费在建造浮屠上，受到异族入侵，最后导致灭国。所有人为力量造成的有形之物，最后必定会消失。流传在这个地方的经典，描述着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崩溃以及再生。所有人为力量建筑起的世界，都将在其顶点崩溃消失。自人界到天界，皆是如此。太阳之死将燃烧整个世界，黑暗笼罩。事实上，世界起始时就是存在着黑暗。经历过长久的时间，开始吹起温和的微风，世界慢慢地呈现出它的形态。而酝酿出这些微风的，便是所有万物的善念。村内最年长的巴多先生，第10个曾孙诞生了。婴孩出生后的第7天接受削发仪式，因为婴孩在母体体内的胎毛是前世带来今世的东西。第一次用清水净身，从此开始这个婴孩的清净修行的人生。
只能通行一台牛车的路。一再损坏，一再修复，不断变化中的道路。唯一不变的是巴多先生坚持的奉献。人们在心中幻想的宇宙，实际呈现在人世。这个四方村落以浮屠为中心，尽力累积自己的善行，过着平静的生活。能确定的是，佛陀的旅程曾经在这些人们的心中留下足迹。